这是一道能将孔子都给问住的难题。为什么早晚的太阳大，中午的太阳小？起初孔子并未在意，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子贡。那是因为早晚的太阳离我们近，所以就大，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远，就小嘛。那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远，为什么热呢？早晚的太阳离我们近，为什么反而不热呢？岂料志同的这一番话却直接将两人问得哑口无言，连孔子都自叹弗如，要拜他为师。拜我为老师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其实莫说这小毛孩子，就是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不见得有几人能够答出，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，其中更是涉及到了多个学科的交叉，只有看完整个故事的朋友才会得到正确的解答。其实小童本也无意与孔子为难，只是他和小伙伴一起垒好的城墙恰好挡住了孔子东游的道路，为了防止城墙遭到破坏，小童竟直接拦在了马车面前。让道走！你这个小顽童，休得无礼，知道吗？这是孔夫子的车。什么孔夫子、李夫子啊，总得讲道理嘛。谁不讲道理了？那我问你，应该乘龙绕着车呢，还是车绕着乘龙呢？你说呀。啊，子贡一时被怼得无言以对，马车上的徒弟们也纷纷指责他是在无理取闹，唯独孔子觉得志同有理，对着他抱拳作揖，恳请他让开道路。小城主，我们有要事在身，还是请您高抬贵手，借个路让我们过去吧。你们有什么要事啊？孔子告诉小童，他们正在周游列国传道讲学。小童一听讲学，便询问孔子是不是很有学问，而孔子也不客气，表示自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那我问你，你的眉毛有几根啊？孔夫子闻言呵呵一笑，表示眉毛自己都看不见，哪能数出来有多少根呢？于是孩童便换了一个问题，这天上的星星你总看得见吧？那么请问一共有多少颗星星呢？天上的星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怎么能数得过来呢？见孔子还是借口答不出来，孩童便问出了视频开头的问题。此问题一出，孔夫子也不再推脱，当即认输要拜小童为师，这下可急坏了一旁的徒弟。子贡也连忙走过来相劝，哪知孔夫子却并不以为意，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，纵使他只是一个孩童，但光是今天的这一番提问便足以当众人的老师。啊，我做老师了，我做老师了，我可以做老师了。小童高兴地忘乎所以，当即便叫上小伙伴，将刚垒好的城墙给踹倒，来给自己刚认的学生放行。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早上的太阳大温度却低，而中午的太阳小温度却高呢？其实单比较一天的早上和中午，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几乎是一样的，至于为什么看起来两者大小相差很多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参照物产生了变化。早上的太阳处在地平线附近，它的背景是类似房屋、树木这些小的参照物，而中午太阳的背景则是整个广袤的天空，就如同这幅图中的两个红色的圆，其实它俩是一样的大小，但参照物的不同导致了我们产生一大一小的错觉。至于温度高低的问题，则和太阳照射的角度有关，早上的太阳是斜射大地，而中午的太阳则是直射大地，当太阳直射时，地面单位面积所吸收的太阳光照也更大，而温度自然也因此升高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您常教诲我们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